先生，你家甲大家请安问好，啊，同时嘛借用这个机会呢，来恳求甲拜托，希望咱十一月二四啊吼，会当予雷先生一个机会。雷先生是咱美工处的查某囝，啊，我相信啊，大家一往以来呢，拢知影美工处是非常团结的，啊，美工处呢，绝对啊，咱来栽培咱家己的查某囝，啊，希望呢，咱手骨呢，训练吼，啊，无屈出啊吼，共同支持啊，张雷先生，我相信呢，未来啦，一定甲咱在有这所有时段来徛做伙，徛头阵。共同为咱的美工处，为咱的妇联关来共同拍拼，啊！而且恭喜大家，啊嘛祝福大家，今日的这个平安年呢，圆满诶，参会咱圆满成功，感谢，谢谢，好、哦，谢谢，谢谢，感谢奶奶的肯定，咱龙大表示咧，咱妇联关的关照好三年的年吼，就咱这舞台间的这些生活对咱做这边呢，感谢，谢谢你。当然，下面要欢迎今日咱通过点咱店长的参选人，咱的张新平吼，满地的那个会场吼，掌声欢迎，感谢你的大。大家光临哦，感谢，谢谢你。啊，赶快直接带回咱做报告，带回做报告。咱的四红章，咱的四红章呢，今日呢，伫咧八点半，准时要甲咱办这个楼主。咱今日邀请的是所有咱这个乡民，这所有好朋友呢，老议员有一个意向，要来甲咱办这个楼主，同齐来甲咱四红章，甲咱关心地军，结一个新人家好朋友。来欢迎咱新咱的乡来甲咱做登记哦，欢迎咱来做登记。咱准时八点半，要甲咱办咱这个楼主。当然，伫这呢，嘛要欢迎邀请的，欢迎的呢，咱通过点咱的参店长参选人，咱张英丽吼，嘛伫咱的会场。来，啊，咱时时来邀请的呢，咱的通过点店长参选人，咱的张英丽，请咱这舞台，咱等下这所有的长辈时代，咱爱三组，掌声欢迎。非常长的酒就倒了谁弄一直都要叫我们有何人来我何马上这黄子界最了不起那个支持人哈，那个关注，咱各位同心协作，大家好，真感谢啦吼，今日来遮大家来见面啦吼，我是店长候选人张英丽，吼，即个要来选咱号的店长，吼，即个希望各位同心协作来甲伊咧开心，吼，感谢，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喜乐，谢谢。来，感谢咱的这些学生，然后张英丽，吼，全体舞台，感谢大家所有人在中国时代，感谢爱心组，感谢你的弟弟们，吼，啊，伊今会场咧，在中国贵宾哦，嘛非常的多啦，吼，啊，若有人要去咱这舞台，吼，他麻烦半日离开就讲，甲小妹做一个通知，马上甲做一个欢迎，做一个邀请，感谢，谢谢你。然后呢，那么舞台第二部，赶快来继续来小薇，继续讲段咱好听的歌曲，一见钟情。最高，今天我们要把它加头了。
算我梦有你。一见钟情，跟小林秀吗？跟小林摩天门婆沙哦，婆沙婆真点水，我在龙灯看情啊看水。一首白过个十五月，来继续安排高低挂票五月。哎，婆沙我的家乡，西南落大个爱情调哦。哎，我看牙管，牙管，牙管，再高。祝贺山呀，祝贺那个月，祝贺小西边，眼前即是绿色山。眼里看那美丽的风景，像是外桃源。我也陶醉在这甜蜜。在这里许下了一个心愿，幸福快乐直到永远。我永远的都是我一样，陶醉在里面，又不同上生活在那前人。眼里看那美丽的风景，像世外桃源。我也陶醉在这里面，在这里许下了一个心愿，幸福快乐直到永远。谢谢你们了，好的，我们来订了，我们要搞全部分的，并讲到一段了。哦，半段时间全部开放，然后朋友自由客串到了哦。先按我唱歌，戏出唱歌好朋友，这时间上有哪第一存在啊？嘿，吃火半饭，会当来咱背客点歌，哪唱歌好咯，哪帮助一下消化。下暗间呢，歌曲唱完。